当等到凉风自带海的时候，这里红叶满天，茅草丰盛，有上百种啊毒草药，鸿毛药酒就这样诞生了。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好东西，我们如果这一代人把它给做砸了，那就是千古罪人。我们这代人就是一个衔接者，最大的特色马酿制和现代工艺结合，我们做了无数次实验，我们要1200年的白酒，用到了大批的药材，专家们最终认为这样的药酒应该恢复了当时的良药济世，精明品质。我们这一代的红毛人做到。